假设是剧的那种场景，有哪个角色可能是你想要和他处对象的？理由是他又有趣，然后他又会给你说笑话，而且他又很帅。要帅的，要有幽默感的，还能陪你玩的，身上还有武功的，那不白展堂吗？我认真的说，我觉得这个角色我特别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对，因为在那个电影里面，其实就一直在陪着，从他最低谷时期慢慢的走到了他是大明星的那个状态。你主要尾巴是想当大明星？萧贤呢？角色他又整出本人来了。你说的是十七岁的单车里面的？是那会儿的。说角色的时候他说本人，说本人他又跟我跳角色了。不是，糊弄过去吧。行。聊得有点费劲，那跟他这两周开始觉得费劲了是吧？尤其这周。